机会，命运自己选择。机会，命运，请选择。这次我选择的是机会。机会。高挑好身材的杜兰斯是屏东县排湾族，嗓音高亢，爆发力十足，目前已会免三周。我们来看看命运是谁。好，命运是，来，我们欢迎杜兰斯到台上。哇，两位美女啊。小英姐，各位评审大家好。好，加油加油，请稍待一会儿。来，子琪，今天准备的是什么歌曲？我今天准备的是温岚的《热浪》。对，那这首歌，先在这首歌之前呢，我想要先祝大家端午节快乐。那我希望呢，在大家看我要当歌手一边吃粽子提高热量的同时，能够跟我一起动子动子消耗一点卡路里。好，非常好，好，请开始。这首歌是要送给我的哥哥的。他在前阵子因为他失恋，然后女朋友劈腿，然后被甩，然后妈妈很心疼他，在就是很担心他在军中的生活精神会不会不定啊，生活饮食不好这样。我想跟哥哥说，就是重新振作起来，然后我们会一直在你身边。然后我带来这一首阿令的《失恋无罪》。好，请开始。你说我对你紧紧跟随，你觉得疲惫，就逼我撤退。没想到你说最近选择一个人睡，我忍住眼泪，我沉重眼泪。一觉醒来有人陪，我对于人心自由也
子清、杜兰斯。好，两位美女在台上。如果我问王志平老师，我们不听歌声，如果今天是个选美，他们两个你会选谁？我觉得因为其实出片歌手对外形还是非常重要，应该是杜兰斯，应该是杜老师。因为呢，我会觉得子清今天穿的怪怪的，穿的有点像屏风，穿的怪怪。有没有我们那个家里面不是有屏风？他们说今天是复古风。哦，复古风，哦，不是屏风，是复古风，是复古风。Sorry， 好，我来问女生 Summer， 他们两个，我们女人来看这两位女生。我刚才还在想杜兰斯，我以为她好高，我看身高你167，对，所以你的身材比例是好看的。所以有的时候是身高很高，可是身体长腿不长。对，那杜兰斯就是很吃香在舞台上，但我觉得子欣的脸也是很有观众缘的。非常可爱的脸，非常讨喜的脸，谢谢。我觉得子欣啊，你，我肯定你的决心啊，就是失败了，在哪里失败，在哪里站起来，然后你不断练习。不过，我觉得唱跳歌手的门槛真的很高，要唱得准，跳得稳，要有热情，要有表现。哎，袁文仁老师，你应该跟黄国伦老师想的不一样哈。对，他就是为反对而反对。其实也不会啦，他不会了，他也不会啊。不好意思啊，这每次我要讲话之前，总是会有一些老师就看我比较不顺眼，就把我的话给插过去啊。两位刚好都有新手上路的问题，尾音的部分处理的都不够细，这是我觉得比较可惜的地方。不过两位的条件都还是蛮好的，加油二位。谢谢老师。其实我也要鼓励一下子清啊，我记得你上次来表演跳舞的时候非常的激烈哦，看了大家都很，但是这次你很有大牌的风度在跳舞上面，但是唱跳歌手凭良心讲，唱还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。好，现在我们要打分数了，听听黄子佼300位观众怎么说。好，谢谢强姐，老师们打分数啊，很紧张，但是我们观众们也有属于他们自己的想法，来，请跟我们分享一下。这位同学，你喜欢子欣的表演还是杜兰斯？我是来自桃园高中社联会的，然后我喜欢的是杜兰斯的《失恋无罪》。是为什么？谢谢。他在唱到那个对于人性早有预备那个高音的时候，就是非常有到内心的感觉，会就是会想到失恋的时候听这首歌的那个心情啊。是，那句你会唱吗？唱一段嘛，对呀，对，所以我会选杜兰斯的《失恋无罪》。好害羞，好，谢谢谢谢。也对了，要是会唱，早就到一棚去比赛了，还坐在这里干嘛？来，蓝同学，你也是桃园高中的吗？对，我也桃园高中的。好，欢迎你们哈。那你喜欢哪一个选手？我喜欢顾子欣的《热浪》，因为他的热浪真的有让我热起来的感觉。是，然后他在唱的时候，我在台下就哇哇哇哇。然后可是我觉得比较可惜的是他。可以再更热一点，他应该表演到一半的时候把发带拔掉就哇哦，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哦，更热，让观众更嗨，更嗨一下，哇哇这样。其实两位都表现得不错啊，杜兰斯的唱功，还有顾子欣呢这种一气呵成的魅力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老师怎么给分了，小燕姐。好，马上就要给分数了，分数是。现场观众评审强力募集中，参加即有机会获得知名品牌清洁保养组，详情请上官方网站。